把孟哥花浇一浇。你那个均匀。孟哥特意叮嘱我了，今天差不多了吧。那得学个歌，那你不得参与吗？共同创作，写吧，你写吧，创作呀，这个写创作来，那得闯啊。哎，这里也有一个，这个最近很流行吗？它流行一段时间了，你就拿这个写吧，就这几个，够了，跨太多八度我上不去了。我特别好奇，就是写歌怎么写，就音乐旋律上怎么写呀？哼哼哼哼，靠哼哼哼哼啊，嗯，完就哼哼，找一个调。对，或者是借助一门乐器，就是你弹，啊，你先弹，就是这个弹有规律吗？还是就是随便找，漫无边际的找啊？你总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你有个习惯的开始。明白了。或者是先弹几个和弦，嗯，然后找。对，就你得先进到那个氛围里。对对。哎，那你是可以。就是在要命题作文吗？分啥命题？这不就命题呢吗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爱的表达呀。就我的意思就是，他规定你这个时间能写出来。其实有点困难。你写那个歌写了多长时间？桃花坞那个？一天。那说明是天才呀。不是，他是这样的，他第一次就只有一遍副歌，一遍主歌。第二次告诉我完整的，你后边再写一遍，又写一天，大约写两天。我们这个应该好写一点。我觉得那个好写呀。为啥呀？因为桃花坞它在那个屋里吧，它有很多那个很有典型的意象。我们也有啊。我们这个意象呢，怎么说呢，就很，你懂吗？很日常的。不书面。对，不书面。这些意象就是没有那么有特征。那你这狗好幸福。幸福吗？幸福。你说他一天的活动多少啊？他吃了睡，睡了吃啊。来吧。我饿了，又饿了，中午没吃饭。元宝那个零食你要吃？能吃吗？能吃。草莓干，你看那个不能吃。鸡肉南瓜，草莓干应该行吧。你闻闻，你尝一个。行。哎呀，行。潮了，给你吐了，我给他了，我。哎，敲门。Hello， 啊，谢谢， Hi. 是我给我们的吗？是，谢谢。带着些什么呀？想看吗？我看一眼。你要说也还好，是不是？这个是送你的哦。这个你知道这个吗？这个科学我刷到过它，但是，这个，你是不是曾经有一丝的犹豫？你看我给他挑这个礼物适不适合他？你自己猜。啥东西？瘦脸的一个装饰。因为他不是也会在乎这个脸型啥的吗？我也会啊。这个可以，就是你就含着咬它。但我觉得这个训练这边的肌肉跟，那不会越来越大吗？这个也算是一种练习吧，它会帮你收紧吗？你试试我看看，啊，你反了吧？就是这样的，啊，那么大能喊？你要练到它吸到凹下去，然后再呼，再。我怎么觉得你整个头开始要涨红了？这样不会越来越大吗？不是，你看它跟真的咬是不一样。哎，你整个头都在，而且它非常难吸。你看，你可以一边看电视啊，一边听音乐啊，
然后就还打节奏呢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。哦啊！哎呀，你比那个时候要瘦哎，是瘦很多。但你却把这个照片洗了出来。不是，人总是要有是啊，有拥抱，对对对，拥抱过去嘛，对不对？谢谢。也很可爱啊，就是大白啊，嗯，对不对？选一个地方摆，快快。门口我怕老放东西啥的，那你就放书架上。他这个是这样放吗？你看那边放一张照片，整个感觉都不一样了。是呀。来看一眼，我也有一个照片，对吗？对。啊！我们跳舞的那个，我就摆在。天哪！我摆这儿。这个也是我的。嗯，猜猜。哇哦，是什么呀？嗯，打开了也看不出来。哦，夹头发的。对，卷发棒。卷发棒，我哪会呀？就是你要练习呀、啊。我手老笨了，我从小就不会怎么样。我都会。你有卷过？嗯。真的假的？啊，前段时间在卷。不是，因为你头发，我头发非常的扁塌，就是软，然后你需要有一些高科技的手段让它去有一些呈现现在这个状态。现在是这样不是显得头越来越大吗？那显脸小，你要脸小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我上回跟雪晴，我们不是一起处了几天吗？嗯。然后我就发觉呢，她其实是一个就是很有她自己魅力的一个女生，但是呢。他好像就是同时也有点自我放弃的感觉。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伪装。什么是伪装？我怎么伪装了？就是吧，我都这样了，你们就别说我，就有点儿。但我是真的不会，我从小我就不会用这些东西。那你从来没有感受过就是把自己打扮漂亮的乐趣吗？有啊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化妆就那时候自己化嘛。但我不会弄这种。那你咋做呀？就是弄好的吹一吹就行了呀。哦、嗯，那这我就给你玩的了。好呀。对啊，有的时候太笨了，偶尔做做精致女人挺好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他真的胖，你看他胖的，胖的都像湖水一样，就是打一下会激起涟漪，对，脂肪的涟漪。因为我有一次那个就工作很忙嘛。然后就录完一天的节目之后，然后就觉得啊、哦，只想要放空。然后想我放空要干嘛呢？我就回想到说，我几年前有一次看了那个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那个好看呀。然后那个也是，我就一口气把它追完。然后但是又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说，你知道吗？那有啥不好意思的？因为那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姐姐嘛，啊、然后让别人说知心大姐姐，然后想要跟我聊一些心事，啊、然后说你别用烦了，来一起来追剧吧，能不能这样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不行吗？就是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啊、然后就后来那一天呢，就觉得啊，我想要就是来看一些可以放松的，然后就想到哎，就是前两年那个香蜜有没有？嗯，然后想哎，我没有看过那个，会不会跟《三生三世》一样的效果呢？我想好了，那要看几集。结果我就从晚上9点多看到隔天早上7点。会二倍速看吗？当然也多多少少会了。会吧？现在大家都是二倍速看剧。是我后来才知道这件事。对。很多人都是二倍速，但重点的时候还是会放成正常的。重点就是那个，我知道大概重点的反复看。那会跟着？当然啊，我曾经就谈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恋爱，就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就是爱这个人，但是呢，他把我给甩了。咚！我就是去他家楼下，然后躲在旁边，我只要看到他车子，然后车窗里头那个人影，然后我就觉得我满足了。结果呢，终于把他给忘掉，差不多花2个月的时间。我那时候已经是在就干这一行，然后我跟你说我多难受，就我的工作是笑，是带给别人开心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这样，他说好，那接下来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然后我就转过来，转头，然后滴了一滴泪，然后哭完之后马上这样转过来说，好的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很难受哎。跟他分手之后，我就觉得。
虽然我们分开了，但是他在我身上，就是他留下来的好的习惯，我没有必要把它丢掉。然后我就继续运动啊什么的，我就好好的爱我自己。然后我就有一阵子非常迷跳那个 Zumba 啊，那个老难了。小 S 也跳 Zumba， 又简单的啦。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跳跳看？好，当然好啊。为什么你的声音那么飘忽呢？因为你也不会运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吧。来吧。这跟那个跳舞机的感觉很像。打打手干嘛就要干嘛。来还不吗？这个步伐是不是应该提升？你看他们自己也有点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感觉。感觉怎么样，弟弟妹妹们？感觉手忙脚乱。感觉对，就是非常的慌乱。我整个跳舞的过程中，我的眉头紧锁。马上结束了，快结束了，快！耶！请坐，大家。我们再来跳一次吧。不用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还站起来？坐一会儿行吗？请坐。我最近在和我女儿在练螳螂拳。哦。那个难吧，那个，但我最近工作也是有一个是十八手，是这样，就练上了。我姐在上海公园就是跟大爷叫过板。他是有一个想象中的敌人吗？现在是没有，就是有招数。呜！哎呀，运动好累哟、哦。可不吗？那找到合适自己的了。对，哎，现在不是好多人买那个镜，镜子、怎么说呢？很容易是你买会三分钟热度。对。你那划船机我真是震惊到我了。划船机还可以啊。那你也不用了后来。我就也就一个多星期没划。你是看纸牌屋看的吗？不是啊。天天搁地下室。是从那时候开始火起来的。你觉得自己是。明天谁要死。觉得自己很狠的人。他是唯一一个我可以坐着看电视还可以玩成运动。你可以蹬自行车啊。蹬自行车运动量没有划船机大。划船机，如果你划的标准的话，可以锻炼到身上85%以上的肌肉。我跟你说，速效这种东西最不管用。没有速效，就是那总比不动强吧？你买了又瘦。对，你还能看电视。我之前有一年的时间，每天跑1个小时，没有间断过，几乎。老痛苦了。其实是挺痛苦的，但那时候我就要把自己催眠成一个我是一个新时代的女性，你知道，就买一些。现在女性都跑步，特别能跑步。你要把自己在一种状态里啊，然后要买那种就是运动的衣服，然后去健身房，然后就戴一个这种那种头套，然后或怎么样，然后开始跑的时候就听音乐，然后觉得自己真的就在拍运动鞋的广告。对对对对，要把自己融入在那个角色当中。看电视吧。那我们可以去看。拜拜，拜拜，我们要去吃饭了。
哎，这个节目我你看了吗？当时我看了一点点。姐们的聚会好 happy，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，谁是最强是哪个当皇。哇，我也是好久没看了，看了就好怀念哦。是啊，你说又是自己的好朋友，然后又出去、还去异国他乡去旅游。其实每次愚人节我都会骗我妈。对、你也会骗我好不好？骗妈妈说我们在那个。不要骗妈妈啦。不然要骗谁？就是你和大小 S， 你们三个人就主持的功力谁是比较强？各有风格呗。你真是会问呢，问这种问题呢，怎么挑拨离间了？开始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是小 S 而不是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出来吃饭，我们就先好好吃饭，大家火气不要那么大，然后大家就先别聊这个嘛。不是，就是说先把这个事情定下来，然后跟我已经投票啦，我投票那然后嘞。就是你说今天是愚人节，一定要吵一顿架吗？哎呦，我刚才想说要副导演来的那个，你根本不梗啊，太不梗了啦！范晓萱演的最好，对对对。其实如果没有这个节目，你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一起去，其实还是都会聚耶，就是我们有一个群嘛，那时不时的会聊一下，然后。就都在台北的话就会聚，我觉得就我这辈子不是这辈子，我这辈子所有的朋友里就见你见最频。我们也没有很长的，除了录节目，除了录节目，我基本上每次回北京都会见你一下。我还有一些朋友在老家，在老家就一年见很少了。就是真的有时候会因为有了那个有了孩子啊什么的，就有了。家庭会变少，就跟大家都一样吧，但是一年肯定还是会聚个几次，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心力交瘁，是就觉得都要顾，也会觉得很累。我觉得当妈妈第一年让我是特别焦虑的，因为那时候我什么都不会嘛，然后一出去工作我就负罪感很强，因为就觉得我真是一个不好的妈妈，我没有陪她。然后一回去之后我就陪得特别用力，你知道吗？孩子也很懵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孩子都感觉得到。我说我爸哈、其实他就有一点这样。一最开始吧，因为他忙于工作嘛，在我差不多学生时代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妈管我比较多。然后后来不就是我妈去世了嘛，他就会觉得他有这个责任必须要做到一个父亲或者什么的。其实之前我也没有觉得他有什么缺失或者什么，我觉得是分工不同嘛。然后后来但是他自己给自己这个压力，他就会做很多事情让你觉得很用力，比方说就是早上七点就会起来给你榨果汁，还榨果汁，榨果汁果蔬汁什么，或者给你做特别硬的那种菜，炖个鱼啊什么。早上我放寒暑假回到家七点钟他起来给你炖鱼，而且你真的吃不下去，然后他就会觉得、你看，哎呀，这给他白做了，祈祷他还对，是这孩子这样，孩子不吃呢，就是孩子，哎呀，他也觉得很没有办法，无力对我好，但我又觉得无法回应，反而是他现在已经开始什么种花草啊什么这种的，然后我回去了也比较自然，他就说哎你想吃啥就让我去做，然后都变得更就是平衡了一些，就是互相不是那么干涉的对方，反而是让我们感情更好。招待客人是什么？没有，我们招待客人就是客人自己做吃啥我们就跟着吃啥，所以我是来这边煮饭的，对不对？真的还假的？是的，所有的人接受到这个讯息了。对啊，所有人来都是这样，就是客人做啥我们或者我们冰箱里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东西。看一下你们冰箱里有啥。火锅不是简易的吧？火锅就买点菜煮上不就火锅了吗？走，东西也不少哎。这个是本来要做昨天做的，本来要炸，但是我们不想吃炸，我们想把它涮了。对，这个可以涮啊，就是像钵钵鸡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吗？红油吗？往里扔，冷锅串串，
那我不会做冷的，那可以把它就是你还会做这个呢，就是随便搞一下呗，反正我就是这种就是家庭主妇的乱煮。怎么会客人都做饭我们还说不好吃，就是呢我是吃素哎，给我吃素，知道呀知道呀，但我得吃点肉。我俩可以吃肉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有啥肉？我觉得你俩姐最好一点，就是他不会就是劝别人，他会给你点肉菜，就是怕你们没有肉吃。铁子，咱俩就空气炸锅吧，羊肉串行吗？我们这空气炸锅会不会用的有点多？没办法啊，咱俩也没有别的厨艺呀、啊，咱俩又不会干别的，那就来四个吧。我想吃个西红柿炒鸡蛋。哦，真的，我很会做哎，西红柿炒鸡蛋，真的，哦，有西红柿。但你不觉得我们的菜这个一大锅很够？有点多。但如果你想吃，我会做。我想吃，炒一个西红柿，一个鸡蛋吗？一个西红柿，行吧。这个我需要为你做什么吗？番茄。可以帮我弄一点水，然后把它煮一下吗？先把番茄煮一煮。就自来水就可以吗？应该也可以啊。毛老师，我要在这个节目里成长成一位厨艺大师。你吗？成长快成长，到时候谁来我就做。成长快成长，我一定会在这个节目里成长。这个节目跟人家学，人每次这么多会做饭的人来，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大脑大厨师，那你可以成长成为一个干家务大师吗？收纳大师。我其实没有那么懒，像大家形容的很懒，我只是不愿意展示自己勤劳勇敢的这一面。为什么不愿意呢？为了衬托别人。因为我怕大家。你怕大家怎样？因为勤劳勇敢的形象很难保持。欧拉，我洗我洗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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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冲一下就好，不能再让。好，我一定将会在这个节目，姐，你夏季下夏季再来，我就给你做顿好的。我相信肯定可以。把西红柿切了吧，太烫了。好切，但它好碎呀、啊。我一般是酱之后，我会再酱。就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。我帮你把鸡蛋给打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已经逐渐的勤快起来了，挺好。你看，日子呀过起来了就。我一定会成长的，我厨艺大师就是我，厨神李雪琪。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做西红柿炒蛋？我可以做啊。对啊，那我是吃甜的。可以啊，我也是，我做饭都会加一点糖。哟，哎呀妈呀，他还没咋地呢。谁到了？我了。好上班呢就。哎呀，炒的真好，这个鸡。漂亮啊，看起来很好看、啊。我得放糖，放点糖吧。放点葱花。嗯，可以。吃饭喽。哇，雪琪做的，我也是哎，我女儿也超爱的。哇哇哇哦！啊，吃饭吧。嗯，尝尝雪琪的西红柿炒蛋。呼呼呼！怎么说？嗯。西红柿炒蛋好吃，是吗？嗯，就是有点淡，但是还可以，也不用太咸吧，还行吧，可能不够你们的胃，很好吃，不要吃太咸。我现在有时候回家就吃我们有，尤其是饭店里边做的，就太咸。那你们今天都体检了吗？我还体检了、嗯、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体检怎么样？就是说要少喝酒。那你会听吧？嗯，
我会知道这件事儿。你有体检过吗？提过呀，我就是。你啥时候体的检？哎呀，我就这两年没体，我前年还体。这两年没体，那已经是两年前了。两年没体检了，我也好多年没体检。还有好多年没体，为什么不体检？总是会给自己就是用很多适当借口嘛。是因为内心深处有一些怕万一检出来自己是不健康的吗？当然多多少少也会啊。我就是嫌我嫌麻烦，上次那个送了我一张体检卡呢。那你都没去？没工夫。忙成这样，我实话实说，就是比如说我休息一天，我真的不想再出门去体检了，我想搁家歇着。也是啊。但你确实没有感觉到身体有、没有，我除了颈椎有问题，我的胃是有问题的，我知道。你们现在的作息都是啥样的？雅姐是啥样的？很健康吧？也没有，如果工作状态的话，有时候可能就12点多睡，然后8、9点起吧。那其实很健康、啊、挺健康的。挺健康。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不到2点不上床的。我现在差不多，我现在会，但是躺床床上会玩手机，刷着刷着就已经到1点多了。刚刚不是说睡前看手机就是对什么大脑有蓝光？对对对，什么应该看书，而且看书还容易困。真的很羡慕早睡早起的人就能够做到。对，因为年轻的人他工作就，而且你们觉得工作完你就会觉得哇，夜晚的时间真的好宝贵啊。对呀、啊、就好好磨蹭哦。对呀、啊、终于没有工作了，没人找我了。对，而且一天我就用这个时间来看短视频，白天你让我看我也看不进去，晚上躺在那儿夜深人静自己的看直播，看直播买一堆串儿这种。女孩会有脱发的困扰吗？有，当然啊。但两位看起来，我原来头发是我现在两倍，那也会不会太多太夸张？你之前是狮子吧？但我原来的头发，我看，其实我头发很薄，结果就刘海是真的，后边全对，不小心一下整紧拿下来。我头发不多，原来多，就是你像樊姐跟我，她从大学开始认识我，她就以前我的头发就一软一握，然后我就到纽约，我待了一年，掉老多头发了。是水土的吧？水土不服。对，然后还有压力大是吧？不行，一把一把掉，就是那种肉眼可见的掉头发，很恐怖。后来养不起来。养不起来了。我以前头发非常硬，小的时候，但后来就越来越软，越来越软，直至现在就已经，就是它已经无法自己的立起来了。哎，可是是不是有一种说法说头发软的人就是性子就个性也是比较软？对，比较柔软。我听说是耳朵软。我耳朵老硬。我耳朵可软了。我耳朵老硬了。你有没有感受一下？你摸你这边。是摸哪里？就是整体它那个软骨。然后我再摸摸看你的。天壤之别吗？天壤之别吧。你这感觉是没骨头啊你。我摸摸，我摸一下。然后你再摸你自己，哎呀妈呀，我自己，我摸我，你摸我，你感受一下我耳朵有多硬。哎，姐，我能摸。我觉得我适中哎。你适中，你介于我俩之间。他也很软。对呀、啊，我性格是不好，你看我这耳朵硬的。所以那代表什么？就性格硬、固执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就是不听别人劝。那刚才还跟你说了这么多，别说了，听点是点，都记在心里了。回去就是开记者会。你喜欢创作的哪一刻？就是我喜欢创作成功的那一刻。哎，我也是。其实我们喜欢的是表演演出成功的，对，而不是演出效果好。可是本来就是台上一分钟，台下10年功啊。是呀。对啊，我们就喜欢观众鼓掌的那一刻。可是，比如说你现在写一个段子，如果你是跟几个你的好朋友在创作、在聊的时候，那个过程很痛苦。很痛苦吗？尤其我的团，我的室友们，我们团队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随我，就擅长说风凉话。就我的室友们，我给他们讲一个段子啊。我的那个大学同学，他这辈子对一件事情最高的认可是还行。
我然后另一个是我那个妹妹呢，然后她的对一个段子的态度就是，就我没有再听到过她赞赏我任何一个段子。他们本身爱乐吗？爱乐。反正我就是给他们讲，如果我能不能把这几个世界上最爱说风凉话的人伺候明白，那大部分观众都行。不行，那这样的你太密切了，因为其实表演者他是很需要自信的，你周围的人一定要鼓励他。但是如果他盲目鼓励你，你上台没行，你不砸了吗？你自己判断不出来吗？判断不了。啊，我原来比赛的时候，我就是给周围所有人讲，周围但凡有一个人觉得不好笑，这个就会从我的稿子里删掉。只要一个，那你要求也很严格哎。但我现在到现在我说脱口秀之前还是会记得。那肯定的。就是我上次就咱录节目录那个开放麦。但你讲的很好。我紧张挂了，我就是。就包括你在明日上你说那个段子，你觉得没有那么自信，我觉得很好笑其实。他那 open 麦也讲的很好啊。我是非常的紧张的，我每次上来真的贼紧张。所以我也没办法就。也克服不了，你准备的再充分你仍然是紧张的。你那时候就是一开始应该也是吧，我现在还是会紧张，我有一次紧张的就是很麻，就手从这边开始就麻到这儿，然后你整个演唱一首歌还是个比赛的性质，那个整段有一段我都不知道在自己在干什么，然后下了台之后就是完全就是有点像失去记忆了那种，唱的也很不好很不好，就是你完全无法享受你演唱这个歌的过程了。但我有一段时间就会因为紧张，就比如说我知道哪一段是特别难说的那个名字或嘉宾名字什么的，就是我就在那里我就觉得我就会特别压力大，然后我就会一直练一直练，然后上台反而就你必错，必错无敌，必错，对，绝对就在那错，就额外练的那个必错，对。我记得我第一次主持校园的时候，那个也是让我永生难忘。就那时候校园就特别火嘛，然后有一些明星参加，什么梁咏琪啊那种都会参加，然后我终于得到了一场主持校园的机会，哇，我真的大概就是。前一个月吧就反复的去研究那些艺人的资料什么的，然后反复的想开场词，然后写了无数遍，然后想说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讲，结果被推到台上的时候那个灯光一亮，我一切准备的词我就忘了你知道吗，然后我就干了非常蠢的事，我就嗨大家好啊，等这样吗？假装麦克风失灵，我就想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就觉得每一分钟都过得就是觉得是一辈子。下台是大哭，下台大哭，然后我就在家里把自己关在房间，关了一个礼拜的时间。因为你真的要从那个当中站起来，你知道有多难吗？因为你是直面那些人的表情，然后看到他们那种觉得你这个废物给我下台的那种态度。可是后来我就觉得我很会给自己打气了，然后就一直跟自己聊，就是哎，刘汉雅，你不要这样想嘛，啊，加油啊！自我关怀。那个对话了一个礼拜之后，又重新振作起来了。重新振作起来。其实我觉得紧张也是代表。就是我们对我们对这件事也是虚心的，对吧？就是重视的。我最近其实睡不好觉。为啥呀？咱们刚才说焦虑嘛，我一到半夜啊，我都不是说我寻思事儿，我就是我放空我也睡不着觉。有时候是我这几年就有一个感受，就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忙，然后又特别的不健康，然后也很焦虑，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些啥，你没有在做选择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反而是你在要挑选一些，或者是就哪怕是说这个工作和那个工作连得太紧了，如果我这样的话我会状态不好，我会有一些选择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你在掌控生活，而不是你在被掌控。因为你刚认识我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拍那《奇遇人生》的时候，
你那时候一直挂在嘴边，就是说，那你也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有另外一个人就出来了，然后大家就忘了我，你记得吗？嗯、他现在也有这种想法。我不是这样，就不是说谁替代，我是觉得我自己就会，就我就觉得我能干啥呢？我想不清楚我能干啥。想不清楚你能干啥？对，就我老跟他说，我觉得我也没有一技之长。但是你现在这是一个北大的，你这个没办法呀。那我这个没有，你老说没办法，其实是有办法，就是我已经十几年，就是我的人生的思维模式，它就是这样的。当下就可以转变吗？那它并没有影响我呀，就是我并没有觉得没有影响你，你还是会有时候会因此而不开心。就不开心是我人生的一个状态，我觉得 OK， 它并没有影响到我其他的生活，我只是不开心而已。不是，开心很重要。我现在就是我已经不觉得开心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了，我是可以不开心的。我觉得不是你值得开心呢、啊，你就特别他不是值你要开心，他不是值不值得，就我可以不开心，就他没有影响到我周围人的生活，没有影响到我正常的生活，我就可以了。就是我觉得反正因为是朋友嘛，嗯、朋友就会想要去提醒你，就是说。可能有几种不同的选择、嗯、对吧，就是说因为我是这样的，我也会有跟你有同样的焦虑，因为未来是未知的、嗯、我们对于不知道的事情都会焦虑、嗯、但是是你怎么去处理它吧。我觉得我人生当中的座右铭就是，不管是好的经验或坏的经验，它都是好的经验。因为你看，我从我想要做节目到我真的做到，中间花了十年的时间，而且这十年的时间，你看我18岁出道，然后20岁就那个《错兵进行曲》就很红，然后很红之后又看到那种感觉就特明显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以前你是公司的宝贝，然后开始看到另外一个新人出来，然后他也红，然后公司的人从这样都是捧着你，然后到捧着他，那种心理的落差，然后你会开始体验到，哦，原来就是我也可能要不红了，嗯，然后到可能有一段时间到主持，然后从很多工作又不知道接下来工作什么样，然后到一段时间可能真的工作变少了，就它是一直起起伏伏的。可是我觉得越是这样子的时候，你越要问自己，你到底真的想要的是什么。后来我发觉我真的是想要把一个作品就做一个内容出来，那是我很想做的事，所以就慢慢慢慢就越来越确定自己心里真的想做的，然后旁边的那些杂音就越来越不会干扰我，这是我自己了，我的过程。嗯，你能够这么的坦诚，把你现在遇到的，就是你的美丽与哀愁，就跟我们分享，我觉得是很多人可能就都也一样会有的，我现在也会有，只是我比你多活了几年，我越来越知道怎么去处理它跟面对它。但我时常觉得，就是给人暴露这种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谁愿意听你搁这玩意儿叨叨你自己那些破事儿啊？跟人家没有关系，我觉得不太好。你想多了。我是观众，我就爱看这个。嗯，他可能就看完之后也会觉得，哦，原来雪清也会这样，哎，我也是这样的。然后就是大家聊一聊，就观众他们就是等于是坐在那里的一位朋友。对吧，大家一起分享，然后唠唠嗑，对吧？不行，不，哎呦哎呦，没事没事，快哭，没事。那我们拍个照吧。好呀，来，都拍得到。哎。可以，就无巧，就是无心插柳。我昨天那张我最好看。你这也是在求一个脸小吧？是呀，有一张，还有这些，有多过分呢？你说他多过分呢？这个人。那雪琴拿去拍。我来，怎么了？按这个，我们做鬼脸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做那个鬼脸好不好？对，我刚刚有做鬼脸，好来。毛老师肯定他自己一个人
特别那个。我可是扎扎实实的斗鸡眼。是我是没有。所以每一个来的朋友都会在这边留下一些痕迹。挑一个来，我不玩。我又来一遍。哎呦天哪，真累呀、啊！演挺好，你说丁凯乐的演技，谁会这样？你要是腿没了，你就是那样。我的腿。上百度百科看短视频，快速了解节目信息。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，记录一生乐趣。就是、刚刚出道的时候，节目组就非常贴心嘛，就说：“那你有什么不吃的吗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我没有什么不吃的，我不吃酸菜。”后来第二天我去了，有个表格，我就翻了一下，其他人表格都是空白的，只有我那一期后边写。我太吓人了，我可长记性。这个视频号，非常的好，是非常的有趣味性，然后有创意，然后我相信大家也会非常的喜欢，对吧？因为它非常幽默，甚至会比正片还好看。是的。